鲜美的鱼肉真的是一种享受。但是呢，说到吃鱼，可能很多人很焦虑这个剔骨的过程。来给大家介绍一台设备，我身旁的这个设备呢是鱼类三枚开片机。那也就是说呢，一条鱼经过这个设备，能够剔掉中骨，形成两半完整的鱼肉。我们从那个刀片的选择到加工设备的选择上，然后提高了精度和这个材料的这个硬度。机器内部有一个弹簧自动对准装置，这样的话保证了鱼的大小都可以很好的适应。大黄鱼啊、鲈鱼啊、还有马鲛鱼啊，从小规格的到大规格的都可以很好的加工。其实现在啊，鱼类加工生产线呢已经是一条非常完备的生产线。那么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三枚开片机呢，也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。当然了，还有像去鱼头啊、去鳞啊、去皮等等的设备，能够很好的释放人工压力来提高生产效率。